질럽 뉴도 주브르제 발라메는 줄은 니네 담은 뒤면도 뒤면이 되시면도 그러나 이듬 질럽 주브르니 담은 용어들 자기는 우리 신세를 주는 yala juba gojer mana onni bizden de lama sanger bizi zon mana onni bizden lama gojer mana onni lama de lo mana onni bizden de lama de juba gojer zon gushi ma de lama bizden juba gojer zon de bizden gojer zon go sume gurin zo san kala zon so de tama na onni da bar de papa de ni gur bi ji zon ji bi gur bi san ga ji zon mu de chilen de ro zon san ga de gojer gojer de tama zon de ni zo ji ji ni ro ni ro ni ji ni ji lo bi 干净的钱，所以有人就是那么多人，就是因为过年的时候，是干嘛的？让过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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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
Kun jo sum giya, ami muri jidi morum sui na warche. Kum sum meo dunge giesir sui shivarde. Zeche kya tudoche, namo buddhaya。为宣扬佛陀慈悲智慧，使佛法广为流通，中华印经协会在十余年的时间里，不间断地印制各类佛教经典、书刊、漫画等等，让不同年龄、不同族群的大众皆能择其所好。同时感恩每位护法菩萨，有了大家的护持，才能让更多大德善士们同沾法益，共结善缘。借由好书的熏陶，相信大众都能积聚成佛资粮，福慧增长，圆成佛道。祈愿万音永流传，慧命不止息。护持账号：19658482，19658482，户名：中华印经协会。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讲座。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不愿罪障悉消除，时时常行菩萨道，时时常行菩萨道。
位法师，各位菩萨，阿弥陀佛。啊，我们又坐在一条船上，今天的生命四个钟头，啊，所以我想每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这就是佛教讲的空性。这个世间没有永恒不变的，如果能够把握这个变化，那尽管我们上船之前是个大坏蛋，但是我们上了这艘船，我们就开始刚刚讲的南无，将我们的生命融入在佛的生命里面，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让我们的生命融入在本师释迦牟尼佛的生命，慈悲与智慧圆满的菩提心，那我们就保持这样的心四个钟头，好不好啊？那就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众生。现在又请我们的湛严法师负责在那边跟他们诵经安慰他们啊，那我们大家在这边各自努力，好不好啊？大家就保持四个钟头的一个慈心、悲心、菩提心，无所求啊。所以在这个船上不用比穿衣服好不好看了、这个船上不用比有没有老公了 啊，在这个船上比的是我们如何帮助虚空的众生、海里面的众生、陆地的众生，我们要保持这种慈心、悲心、空性、菩提心，好不好？试试看，四个钟头就可以变四天，四天可以变四个礼拜，然后我们就一直这样尽力，这样就好了。平常你很贪钱的，看着钱眼睛会跳出来，现在看到他，阿弥陀佛，然后就忍下去，试试看。平常你很好色了，今天没有余罪性感了，余罪漂亮了，那你要克制看看。那就佛陀就制定八关斋戒，就是说我们守住这个，守住这个心态。那你会发觉，当你守住这个心态的时候，哎，原来我做得到啊！我不是那么坏蛋的人呢、我不是这么好色、脾气不好的人呢、所以今天你带你老公来，而且你知道你老公外面有外遇，你还可以守住的。我要对他也要菩提心。哎，原来我守得住的，我没有这么抱怨他了。而且你还知道小三还坐在他隔壁，当作是信徒啊。那你要说那个是万法皆空假的，那个鱼比他还重要了。我要去救那些鱼啊，救那些超度的众生。这就是修行，修行呢，恩人在你旁边，敌人在你旁边，这个叫冤亲债主都在我们身边，所谓冤亲债主是对方只要还没有解脱，还没有超度，那我们一定要对他升起慈心、悲心、菩提心，而不是说你爱我，你恨我，这个爱我恨我是我们的我执分别，所以这个时候就要赶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唵嘛呢叭咪吽。要让自己的心态保持在一个正确的心态。所以我想经常讲一句话，就是说你读多少佛经啊，那只是一个知识啊。我们重点是一个慈悲心的修行比较重要，而不是说我是法师，我是堪布，我是格西啊，我是在家，我是出家，我没学佛，那不重要。各位大家有没有慈悲心呢？通通有啊，因为慈悲心就是我们的佛性本来的面目，就像妈妈会爱儿子，那是自然的啊。在最狠的老虎也会爱护他的小老虎，他的儿女，那就是我们本来都有的。那为了保持这个本来都有了，所以我们要来念佛啊、诵经啊、持咒啊、放生啊、老人院啊。事实上，我们去老人院，我们去救那些生命的放生，是不是为了救自己啊？就是救自己的慈悲心啊，救自己的佛性。因为呢，当我们去杀人、去骗人啊的时候，你会觉得离自己越来越远。哎呀，为了钱我牺牲自己了，自己会一直谴责自己了啊。所以我们一念的一种觉性了解了，好吧，放下这个，我现在开始去帮助别人。试试看，本来你是一个强盗，今天杀了很多人，抢了很多珠宝，哦，
平常你看到地上一只蚂蚁、蜘蛛，你都给它压死了。但是我今天心情很好，好吧，放他一马，跳过去，那就是你的佛性了。因为你这一点上根，你将来就有得度的可能。所以各位，我们以前这样想好了，上传以前是我们的过去式，我们杀盗淫妄酒，什么坏事都干完了。但是我们上了这一艘法船了，我们要开始努力了，好不好啊？因为为了众生，那你找到这个，你就快乐了啊！我们修学佛法，不管你修什么法门都没关系，那就是为了调伏自心的啊，是为了培养悲心的，而不是说我念了多少经啊啊！就像很多我当我每次来放生，我就看到很多菩萨天天来，每一次都来，真厉害！他怎么还没有往生这样啊？那问题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他心里烦恼，我看到他脸都是一样烦恼啊。当然他修了一点人天福报，救了几只鱼啊，有一点福报，但是他内心的层次呢，一点都没增加啊，还是那个烦恼习气，那就好可惜了啊，那就好可惜。就像说吃药没有得到药的加持啊，那所以我想修学佛法的目的就是念一下法入心。啊，这个佛法入心，你读普门品呢，你要像观音菩萨；你读地藏经呢，哎呀，你看到你就像观音菩萨的身口意；你念阿弥陀佛后呢，你就是慈悲智慧，你要给别人这种感受。就像我自己啊，我刚刚一来，我就要净化一下自己，因为刚刚在开车，他们在赶车子，我们好像在飙车，我在后面因为啊，师父啊，船不等人呐、啊，对不对？他当然开车的菩萨很认真啊，但是我觉得哦，真的是玩命呢。后来这坐的船要玩命呢，啊，大家都是这样啊。结果刚刚那边还真的有车祸了，啊，好在三部车追撞还好，啊，虽然最后一部车司机的车已经那个计程车司机车坏了，啊，但是基本上至少他没受伤吧，啊，但是。人人都在玩命，啊，所以我们今天你开车为了赶着这放生，结果撞死在路边，值不值得啊？动机正确，啊，这个还可以超度，因为你是为了去放生。如果你开车开了老半天，为了去约会，蹦撞死了，那划不来，像恶鬼道。因为那个时候是你的念头要做什么，但是也并不是说你开车要去做好事就不会车祸。不能这么说啊，因为虽然我们要去做好事，如果我们业障没有消除，如果我们的烦恼没消除，因缘到了也会死掉啊。所以我们在出家人在受戒的过程，或是我们出家以后，我们看到很多死亡的过程啊，出家人包括一些在家菩萨还是会死亡，虽然他的动机是要来寺庙参加法会的，但是他还是要面对这个死亡。只是死亡的过程里面发觉说，如果他的动机是为了去做好事而死亡，一般呢，这个都是一个消重业，他就要升天了，就极乐世界了。看他死亡的脸呢，看起来就比较庄严啊。所以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把佛法用在心里面啊。所以简单的说，念一下：身体可以死亡，菩提心不能死掉啊。所以各位这一点永远要记住啊。如果你碰到一些环境 而改变了你的动机的时候，那菩提心就死了啊，那就好可惜了。所以我想透过我们拜佛啊，就像刚刚虽然我们在船上佛像没有很多，那我们要礼敬三宝，因为礼敬三宝我们那个时候好虔诚啊。我们合掌的时候也很虔诚，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南无阿弥陀佛，就要让自己融入在这个虔诚的心态，这个叫什么？来找回自信啊！我们要尽量的拉进来，不要再被坏的环境影响。但是我老实跟各位讲啊，眼睛打开，你会觉得很烦。这个世界有很多坏人，很多不好的事情啊。如果你没办法，所以你如果心里离开念佛念法，你马上会觉得说好讨厌，又看到讨厌的人了。啊，又看到勾引你欲望的人了，所以这个世间佛陀说，只要你有心态，你就有这个爱别离苦，
求不得苦，愿真会苦，无蕴炽盛苦。那个炽盛就像火在烧一样啊！啊，你的色受想行识，你的身心随时被火在烧。只要你有心态，你就有这个苦；只要你有这个身体，啊，你随时面对，不小心一个睡觉，一个跌倒，这个身体就生老病死了。就像我们开车一样，危不危险？危险啊！时时刻刻都在那个状态。啊，所以各位一定要去体悟到这个身心变化的痛苦。所以，那我们现在唯一活的意义呢？好在我们可以学佛。啊，死亡是必然的，变化是必然的。早上我接到一个电话，要我们帮忙。有一位女居士，她住在英国，因为被判断是乳癌，结果她自己就不去看医生。我们也劝她，乳癌你当然要忏悔，但是还要配合医生了。她说我不要。我一心念佛忏悔一定可以的，我面对死亡可以的。结果早上来求救了，医生说扩散全身了，因为他延误治疗，但是他现在痛苦的、念不下去了。重点是这样啊，那早上墨西哥的地震，还有十几个小孩子被埋在下面，还在抢时间呢、所以来法会功德，回向墨西哥大地震所有死亡者、正在受苦者、速速得救，死亡者得超度、伤心者得恢复。哦嘛你被美红、所以我想各位，我们要召集啊，召集的众生、那自己呢要随缘呢、因为这些身心的变化你一点都控制不了啊，所以一个不小心，然后呢就发生意外了；一个不小心，一口气不来就死了。那你要有这个无常想，无常想啊，所以这个是重点。我觉得修学佛法，千万不要说啊、我是修哪一个教派的，哪一个法门的，这个不重要，出离心最重要，大悲心最重要啊。如果你没有这个，你靠在哪一边而为你们那一边在努力，而忘了你本身的修行，你反而是障碍道场的人。我经常跟很多，我们也开很多中心啊，那些菩萨还在忙忙忙。我说你这么烦恼，还在我们那边接电话，完蛋了啊！因为我佛像不会说法，是人代表法啊，不分在家出家，你是一个自在的人，慈悲的人，所以别人看到你就代表哦，你。就像有一次我做个比喻好了，我以前鼻子不好，一吹冷气就会鼻塞过敏。那有一次我看到报纸，哦，很有用很有用，我就从南部跑到台北，我就去挂号，我想很有用很有用。结果我进去以后帮我挂号那些小姐都在鼻塞，我看这不用看了，这一定是骗人的啊！连他们在鼻塞，那我还在这边报告，看到招牌的，这是骗人的啊！但是很多人能排队，因为他写的很有用嘛，啊，因为鼻塞苦的人实在太苦了，啊，所以我也蛮聪明的啊，这样子那就走了，啊，所以当然苦是必然的，但是我想后来我就告诉自己，哎呀，鼻塞那就忏悔吧，因为已经找遍各种医生了，啊，所以自己认真一点，后来就这样就过了，就过了，啊，就像有一阵子。我的腰不好啊，影响到右腿，那医生就跟我说5年就要开刀啊，啊，2天按摩一次，那我想这下完了，这下就不用作业了啊。但是后来有一阵子就突然好了，就好了，就没事了啊。所以我就相信说，当然医生还是看看的，但是如果有业障很重，那就没办法。所以我就跟我的腰取个名字叫五福。右腿取名一个叫右长，对不对？我就记下来，天天回向给他们了。一定是我过去的杀业啊，什么恶业啊，都有可能啊，邪淫啊，堕胎啊，那你就要虔诚忏悔。所以我希望各位，如果你真的觉得有一些痛苦啊，那你就要忏悔。忏悔，那汉传佛教的一本《三昧水忏》太好了，因为它里面写的是人类有可能造的恶业都在里面。你就好好的去忏悔，因为如果我出家以来，我发觉很多人真的很虔诚的在忏悔，那是忏悔他没有针对到他的冤亲债主在忏悔的时候，
啊，那你也不知道你犯什么错啊，有时候自己不知道，但是那个犯错那个习性事实上还在你心中，你上辈子曾经用个心机下毒给别人，你上辈子曾经啊威胁别人到精神病，事实上那个基因心态都在你心态里面啊，只是你不知道。所以透过佛菩萨把我们这些可能造业的相都写出来啊，梁王宝忏、三昧水忏，各位还是要用，还是要用啊。各位修行一定要显密双修，念金刚萨埵百字明咒非常好，因为佛菩萨的加持。但是你到底哪里犯错？那显就是告诉你哪里犯错啊。如果你这个不去追求的话，到时候痛还是痛，然后呢，痛苦还是痛苦。我有念，我有忏悔，但是你没有对治到。比如说，我欠旁边的人十万块，我每天一直布施，一直布施，这个人会不会恨我？明明我欠他十万块啊，啊！等我想起来，哎呦，对不起，我欠你十万了啊！那个时候，对方搞不好就已经恨我了，伤害我了。所以在这一点，我认为各位在忏悔的时候，包括我这出家26年，我看的比较多啊，必须针对问题忏悔啊。就像我的哥哥，他眼睛快瞎掉了，他眼睛癌症，医生说没办法了，如果帮你用那种治疗，雷射治疗，那可能也会眼睛瞎掉。你要自己选，是要眼睛瞎掉，还是要让就是癌症扩散，那你就死了啊。那我大哥就很痛苦，痛苦到哭啊。那当然我也没办法，后来我就有一位朋友帮我在做设计的，他人很正。那我有一天跟他在聊这个事情，说我哥哥哎呀心情不好，病得很厉害啊。那我也没有讲什么病啊，后来我就刚好那一天他找我有事在谈一些设计的，我哥哥刚好来找我，那我说哎，他就老实跟我讲，他说你相信我吗？就是那位设计我看得见，我说真的还假的啊？我知道原因，然后我说那你就说说看嘛，因为我哥哥在还没办法了。他就跟我哥哥说，你现在眼睛快瞎掉了啊，那你要不要忏悔？我哥哥就没讲话，我说哥哥忏悔忏悔，一定要忏悔，不然要怎么办？那你合掌合掌，往昔所造诸恶业，我就带他念。那他看我哥哥有一点忏悔，他说那我就可以跟你讲啊，如果你没忏悔心，我不能跟你讲，因为讲了反而他会有痛苦。为什么？这个人要躲掉债主，然后冤亲债主就会找你。你想比如说这个人要被杀了，我要去救他，然后这个要被杀的这个仇人才就会找我啊，因为我就要让他死，你干嘛救他？但是所以这个观念很重要，时时刻刻保持忏悔，不管我眼睛痛啊，我感情不舒服啊，我被排斥啊，都是我的错，这样 啊如果你把这个过错怪别人的时候，那就改不了了。所以我哥哥看我合掌很认真，他就跟我合掌，所以他就合掌完以后他就开口讲话了，他说我告诉你，我在这边应该讲过，你过去因为有个女爱的女人，你的女人洗澡被人家偷看到，你很恨，就把那个人抓来挖掉他的眼睛啊，所以你现在有眼睛的问题，而且你这个人邪淫蛮厉害的，我看我大哥，所以呢你是从色护腺癌开始发作的哦，准啊，这样这种，我认为这个世间他也不是出家人，他不过一个是室内设计师，他也不是说学佛很深。后来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会有这种能力？他跟我说，我们家乡下有一些老人来我们家，5个小孩子，他说我们这些小孩子也有一点这种善根，他要帮我们开天眼，但是有条件的，一辈子要吃素啊，而且呢不能跟人家收钱，再来你要经常修行打坐，那时候他们也不是佛教徒嘛，有台湾道教，那是有条件的，万一你不认真打坐，你也帮助不了人，那就算了，那万一你懂了，你跟人家收钱，你保证有事情啊，他们有条件的。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们家5个小孩子，那个时候才国中，那个老师傅就帮他们念了很多经，他们好奇哦，打坐打坐，结果呢5个小孩只有他一个成功，因为他愿意打坐，他有兴趣，
他也经常吃素，但是问题他说他很痛苦，他懂了这些事情以后他就很挣扎，他看到别人有一些这个问题，他讲也不对不讲也不对啊。后来他就去帮人家，因为台湾很多庙公啊，就帮人家在边看事，但是看了以后他说他就发愿不再看了。跟他讲完以后，两年帮人家，三年生病快死，这样。为什么？他说我跟对方讲，对方又不超度，这样，我又没能力超度他，所以弄得他半死，这样。所以他永远不再开口说了，专心的赚钱，就赚了不少钱。只是因为我跟他是好朋友，他又看到我大概这样，他就，但是他现在都先讲一点，你愿意忏悔我才讲，不然我不讲。现在他还有第二个师父，我要讲你一定要在身边，找不了我找你。我说哇，连我也有事啊，但是我说我愿意，因为我本来就在做这个事的。所以看完我大哥还真的愿意去忏悔但是忏悔的时候我说你拜观音菩萨，那拜观音菩萨这个时候不管用啊，我就很讶异，为什么不管用？观音菩萨慈悲啊，这个冤亲债主要你大哥瞎掉死掉，这个时候观音菩萨慈悲啊。如果我们台湾人就是带他去拜城隍爷才有用啊，那个够凶啊。我说大哥你决定吧我大哥说我跟他去拜城隍爷，但是他就说要跪哦，一定要忏悔哦，因为城隍爷是属于在台湾，城隍爷就是管底下就是十大阎王那我大哥就虔诚的就跪在那边忏悔，然后呢谈条件拔杯，对不对？给他做3000块的功德。那当然回来以后我跟他说你一定要拜三昧水忏，每个月拜一步你不会拜我教请人家教你，那我大概愿意做，拜了一步也去做了。结果这个事情从讲完到他拜完再去医院检查不到一个月，他现在回美国了，医生说指数是零，我也很震撼指数就零了然后我大概就心情好一点了。所以我讲这个问题，这是我的生命的经验，不见得是对跟错，只是我觉得这是我的因缘原来我们光盲目的忏悔也有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发现三昧水忏里面什么都写到了。那我大哥算有福报因为他有一个出家的弟弟的朋友是个好人，然后他愿意跟他说，然后他愿意忏悔后来为了这个事情，我老实说因为我妈妈也一直在生病，我是为我妈妈出家了，但是我发现我实在用尽各种方法了，我的妈妈病一直就是好就会坏，好就会坏。前一阵子胆已经割掉了，然后又前一阵子又医生说要洗肾了，我妈妈说她宁可死也不要洗肾了然后又吃不下饭了。那我因为我大哥的事情完了以后，我想我这一次回到台湾，我又把那个朋友请来说，我请你有一件事情因为我的妈妈我一直挂在心上，我没办法，那我能不能请你去看看我妈妈我想我妈妈看她姻缘吧，我已经尽力了。结果她一去，她就跟我说了，我发现我今天讲出来也不好，你们一定会你赶快载我去找她然后我就带他去，然后我大哥也在嘛，然后他一看就跟我说故事，我终于知道了，他说你哥哥把对方眼睛挖掉了，他们全家后来死是你妈妈放的毒所以你妈妈那个时候是皇宫里面的皇后，你哥哥应该是里面的王子，因为这个样子所以你妈妈下的命令，所以呢那些冤亲债主虽然你哥哥这边他愿意原谅了，但是你妈妈他们不愿意原谅而且还跟我说一家人七个而且我就赶快拿出来写牌位写牌位的时候他还跟我讲一句话，说这七个人又讲一次希望你不要管这个事，我说那怎么可能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就说我就把牌位写好，说我发誓你们这七个一定我会对待像我妈妈一样的来对待你们
因为我是我妈妈生出来的，然后呢，我愿意啊用尽各种方法让你们离苦，但是我让你们离苦，并不是光为我妈妈啊，这个动机很重要啊。如果我只因为希望我妈妈好而希望你们超度了，她不接受的啊。所以佛教讲空性，就是说我对待这七位冤亲债主，跟对待我妈妈，我从内心里面，我叫你们一声妈，我一定要做完这个事情啊。那我妈妈听我这样讲，她自己她本来不太信这个的，她听我这样讲，她就合掌，她就被合掌，这是一个很好的惭愧心。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来，妈妈我带你忏悔啊，因为我们以前这是过去式的事情，但是可能你也不相信，但是为了你舒服一点吧，啊，我们就虔诚跟她忏悔，而且这个事情关系到哥哥，哎，我妈妈合掌就厉害了。”我妈妈最爱我哥哥而已了，他可以死呢，哥哥不能死的，他就很认真了。这个要有善巧方便，我知道怎么让我妈妈忏悔，因为他关心我哥哥啊，啊，所以他就跟我念了“往昔所造诸恶业”，然后我就跟他们承诺，我要为你们做什么，我就念了，我为你们各做108场放生。我讲得很快啊，108场烟供。旁边的师傅你怎么做啊？给钱啊！各位很简单啊，108场人家就做，我一天给10块也108场啊，对不对？所以我找了天天放生群好几个，我都各付108场的钱啊。然后我都跟他们讲完条件，那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啊？结果这个事情一做完，当然我很关心，我又出国去了，我去。然后等我回来，我又打电话给我这个朋友说：“再麻烦你一下下，啊，你看我妈妈7个冤亲债主超度了没有？我很关心这个事情，我希望她好一点。我还不是光找她一个，我找她找缅甸老法师，找我们赞严法师，他赞严法师的弟弟也会打坐。再问我一定要 make sure 到底有没有超度，因为我老实说我很自私。”我这个人在外面跑来跑去哦，曾经有一个老和尚跟我讲一句话：缅甸，你心中挂念一个女人。我说你讲小声一点，那是我妈，人家还不知道，以为说我挂谁呢？那老和尚很直啊，缅甸老和尚说你心中挂着一个女人。我说对了，我妈，我要大声一点，我真的挂着我妈妈，而且我也不愿意放弃。我的想法是因为如果我要修悲心了、啊。我一定要挂着我妈妈，以挂着挂念的我妈妈的心态来对待别人。我必须要有一个对象。如果我对我的父母都能够完全的放下，然后这样可能我要去修悲心不太容易，就是这样啊。所以为了这个事，我就问他，他说7个超度啊、哦。我大哥也跟我说，哎，妈妈现在眼睛亮了，气色好啊，会吃饭了，我就很舒服。啊，我就觉得很舒服，所以我当然，我今天本来不是要讲这个，我哪里知道就讲到这边来，但是也是因缘吧。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各位既然要忏悔，那你也不用特别问了。我只是觉得你写牌位的时候要写，造成我现在哪里痛苦的恶业的各个冤亲债主，所以我都会写个冤亲债主众，因为你也不知道7个啊、2个啊、1个啊，啊。因为这个事情，我跟几个秘书讲了，哇，我那一位设计师朋友这下忙了，他跟我说，哎，海涛法师这下完蛋了，每个都来问我，然后我怎么拒绝呢？啊，我都会说你去找海涛法师，我说对，我说那你就几个就好了，因为我知道这个忙不完，每个人都有，我现在要找的是一个共同的方法来帮助，不是每个都跑来问，对不对？但是他有一点烦，他跟我说，这些跑来问的人，他们根本没有惭愧心，他只是因为他现在生病，狗急跳墙，所以我觉得我不能讲出来，讲出来会害了我，也会害了师父你。因为他说，我们师父会帮我们写牌位，但是这些冤亲债主，各位你要消除业障，首先我今天一直强调，来，惭愧心，你一定要有很大的惭愧心。但是老实说，这个世界真实有惭愧心的人很少，很少啊！因为甚至我碰过一个比丘尼，很会拜梁皇宝忏，真的可以像背下来一样。
后来我就发觉他根本没有惭愧心，而且他虽然唱得很好听，带这么多人拜，对他也没好处。他每次拜完就病得很厉害，我就知道原因，因为你没有惭愧心，也没有菩提心，要真实的消众生业障，这只是你一个生活的工具。因为你很会唱诵，所以人家供养你，对你也不好，对大众也不好。这样，大众以为说，哦，我已经忏悔了，因为领头的人本身没惭愧心，这些冤亲债主也很生气啊。所以我今天这样讲，当然对我们法师也有一点帮助，是今天我们要帮人家超度啊，帮人家消灾，你要有那种真信因果，悲心，悲心就是说我愿意承担你的苦，对方就愿意了，啊，对方就愿意了。就像刚刚我们念墨西哥的事情，各位你，同样我们听到有很多小孩子在那边准备可能会死掉，因为不容易救，啊，那种痛苦你要马上贴在你心里面，啊，我老实讲一句话啊，各位可能听了对你有好处也有坏处，我这次来香港之前，台湾有一位年轻的21岁的医科的学生，第一名考进去了，被他的同学两个都是女生载，但是为了闪一部公车呢，闪过去，结果后面卡车就碾过去了，所以其他人都没死，他在后面头被碾砰破掉了，啊，他姓余，因为报纸没有写名字。然后那个时候我一看到以后，那时候刚好3更半夜了，我在想我要不要写牌位啊？我有一点担心他会不会来，我怎么睡啊？但是我如果我不写牌位，我太不慈悲了，因为他这个时候一定很痛苦，他的爸爸妈妈一定快疯掉了，怎么办？所以我就好吧，写吧，就写地址写出来，这位余姓女子，跟他取法，我就跟他说法，跟他说法。然后就水啊、米啊、甘露丸啊，就跟他放在那边。那我晚上就，那时候已经快1点了，我要睡觉了，太晚了。我就发觉好像有来呢，就，但是我就想说，好吧，继续慈悲。你要是相信他就会来，你要是不相信，那当然也没用啊。啊，因为他很苦啊。然后我写完，我在床，我本来睡觉很好睡，我那天还好，我就在床上。躺在床上就跟他念了，所有也不是光他一个，所有车祸死掉的念念念念，然后我睡着了，睡着了还好没事。然后我过了2天，那一位设计师，我就问他，我说我想问你一件事情，我就请他来，我就把牌位拿出来，牌位拿出来，我没有，我不知道，我说我这样写，当天他也没有来，他说有啊，不但来了，现在还在旁边。我说哇。哇，那怎么办呢？他说：“师傅，你要跟他开示开示。”他不甘愿，他不甘愿，这样嘣就死了。他不甘愿，所以我说这个只能跟他说法了，这是完真的。我就给他念心经，我说啊，所以各位心经很重要，心经是一种空性。我是按照心经给他讲，人都有业报，但是呢，业报现前了，但是你现在。跟我讲话，这个就是你的佛性，只是你的心没办法很专心，所以呢，放下吧，更美的在后面。如果你去极乐世界，那你爸爸妈妈会更安心。我也希望你不要光想你自己不甘愿，你爸爸妈妈现在很痛苦哦。所以如果你能够去极乐世界，因为你没造什么恶业，只是业障消除了，那你要托个梦给你爸爸妈妈。我就转移注意力在他爸爸妈妈身上，让他有升起，从容不甘愿变成一种孝顺。哎呀，不要让母亲受苦。然后我跟他说法，然后呢说我再来，我要来香港啊，我会把法会功德给你。这个时候呢，你父母呢应该会找人去帮你念经，你要专心听哦。后来我跟他讲一讲，我说：“哎，你再跟他说，他现在可以接受吗？”他说：“他现在不哭了。”啊，我给他取名了，念下来，法会功德回向慈依，依靠的依呢，这名字还蛮美的嘛。啊，希望他能够接受。但是我讲这样，各位你说，哦，那海涛法师以后我们不要写牌位了，那你就不慈悲了。啊，因为我们要超度众生，你一定要去感受到他的苦，然后我给他写个牌位，让他有个依靠。好像给他一张，像各位这两天拿到船票，安了、啊，我可以上船了、啊，对不对？我可以参加功德了。
所以我昨天要求说，虽然我们牌位很多啊，带上船来，因为昨天我们写了那么多，因为做了很多法会，今天有两场放生，等一下下车下船又要去放生一场，今天功德大，不要烧了，带来这个地方啊。所以第一次带到这个地方，当然也包括慈医也在里面了。我有一点私心了，希望他超度，不要再来 hello hello 我寂寞啊啊啊！所以我们这个就是又怕又爱，对吧？又怕鬼，又想要慈悲心，这样啊。但是我就觉得说，各位真的哦，墨西哥死亡者地震，你要相信，你写他就来了。然后怎么办？你现在只能很慈悲的为他们念佛，结果你很慈悲的为他修，哎，你自己也很平静了、啊。这个就是修行，修行没有偷懒的，就是说我想要停一下。修行你必须要感受到众生时时刻刻在苦的阶段，我不能放弃我的悲心，我必须用菩提心来为他们念佛诵经。我不是在念好听不好听的，都没关系啊。所以我很喜欢去尸体的地方，去屠宰场，去那边念。我从以前开始就是这样，因为我觉得我这样去念，我才会很认真。那个时候我会很认真。所以同样的，我们现在大家坐在这一艘船，我刚刚的讲的意思是说，希望各位现在想说，海底里面这么多受苦的众生啊，岸边呢很多受苦的众生，然后呢，然后七月份已经过了，已经被超度了，很有福报；没有被超度了，就怨了。啊，那所以我们要很认真的为他们来广修功德。那广修功德，你要修什么都可以，拜佛啊、诵经啊、打坐啊，你做烟供啊、布施水啊，凡是对他都有安慰的啊。而且对你来讲，不能够离开悲心。所以有时候他们都问我：“师父，你为什么每次牌位写一写、写一写，都放在外面？”我说：“我放在里面不好睡啊，放在外面。”你们早上来，你们就会帮我拿过来。那有时候我写的太晚了，就放在皮包，这样好睡嘛，对不对？所以我还是会拿一杯水啊、米啊、一颗甘露丸。所以我经常跟很多上司要甘露丸，因为他们正在生病啊，这甘露丸有用，对不对？对他一定有帮助。米啊、水啊、一颗甘露丸啊，就像我现在送给今天也要送给各位的，这里面也有加甘露丸。这是我的信心，我认为一颗甘露丸，然后病人水再加入这个甘露香，然后他们点的时候，就算他没有念这个甘露丸，有它的价值。啊，甘露丸是属于法的布施啊，这个食物跟药是属于世间的布施啊，世间的布施让他先没有疾病，而且这里面有加一些衣服的屑，在做的时候就是把那些衣服，就是代表衣服了。有衣服给他穿，这有金箔。各位，你这个箱里面有看到两有金子、有衣服、有食物、有药物，还有甘露啊。所以呢，目的不能买卖啊。各位，你不要说，哎，这个拿去卖、啊。我发觉我们大陆实在太聪明了，就按照这样印一盒，然后写海涛法师加持，然后上网一盒多少钱这样。当然我知道还有很多人买啊，但是我都跟他们讲。慈悲的东西不能有盈利，如果你盈利了，本来一包五块钱你卖十块钱还是很多人买，但是这五块钱会让你生生世世贫穷的，因为本来人家可以买两包的，对不对啊？十块钱可以做两包的，结果你买卖了，那就对你不好。我都会跟他们讲，因为这个是慈悲甘露香，是为了利益众生的。当然佛教里面有吃即解脱，见即解脱。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甘露香，大家的悲心变成什么？来，闻即解脱，好不好啊？让他闻到就解脱。来，现在你们一桌打开，或者各位拿一人拿一支出来，然后我们用这一支先来为他们上供下施，好不好啊？啊，当然在这里面不要点，等一下我们跟各位收一收呢，我们就拿到他们拿到楼下去点。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放生、施食、救苦救难，到处去利益众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让佛陀的智慧，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海涛法师弘法行程。11月20号至12月15号，马来西亚弘法行程。11月24号星期五下午2点，马来西亚柔佛利明达小学冷气礼堂心灵讲座，护生、点灯、水供、药供即慈悲施食超度法会。11月25号星期六，放生功德日，念药师琉璃光如来持斋除罪30劫，下午4点，马来西亚麻坡柔佛训正华文小学礼堂心灵讲座与佛学问答。11月26号星期日，药师如来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乘1000倍，下午2点，马来西亚巴珠巴峡龙工业区祭奠庙道蒙山施食法会。11月28号星期二，宗喀巴大师诞辰、莲花生大师入藏纪念日及应化日、贤劫千佛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乘10万倍，上午9点，马来西亚马六甲鹿叶园八关斋戒。11月29号星期三，齐天大圣圣诞，下午4点，马来西亚马口森美兰远景酒店佛法开示、护生、点灯、供水即慈悲施食法会。11月30号星期四，上午9点半，马来西亚慈悲护生会慈悲施食与放生。12月1号星期五，念贤劫千佛持斋除罪1000劫，下午4点，马来西亚吉隆坡海涛法师生命基金会慈悲佛法开示。12月2号星期六，念阿弥陀佛持斋除罪200劫，下元水官大帝圣诞，上午9点，马来西亚吉隆坡海涛法师生命基金会八关斋戒。12月3号星期日，阿弥陀佛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乘1000万倍，上午9点，马来西亚吉隆坡海涛法师生命基金会供佛斋天即慈悲施食。12月5号星期二，念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持斋除罪90劫，地母至尊千秋，上午10点，马来西亚北海巴麦生命教育中心观公法会，护生、点灯、供水、药供即慈悲施食超度法会。12月6号星期三，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乘100万倍，下午4点，马来西亚槟城生命教育中心心灵讲座，护生、点灯、供水、药供即慈悲施食超度法会。12月8号星期五，马来西亚吉打佛学院第4届短期出家。12月9号星期六，青山临安尊王千秋，马来西亚亚罗士达吉打佛学院，12月9号至12月15号
马来西亚亚罗士打国际短期出家。12月10号星期日，念卢舍那佛大势至菩萨持斋除罪1000劫，周仓爷将军千秋，马来西亚吉打佛学院。12月9号至12月15号，马来西亚亚罗士打国际短期出家。12月11号星期一，念地藏菩萨卢舍那佛持斋除罪1000劫，马来西亚吉打佛学院。12月9号至12月15号，马来西亚亚罗士打国际短期出家。更加十方大德拥有前往参加，阿弥陀佛。Thank you.